生活中随时的帮助。接下来我们来做京剧朗读，那我们一起来念华语在周报，一起来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处断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韩语，求你教习惯怎样算小家己的日子，求你教习惯怎样算小家己的日子，予阮得着智慧的心，予阮得着智慧的心。英语，Teach us to number our days aright. Teach us to number our days aright. That we may gain a heart of wisdom. That we may gain a heart of wisdom. 接下来我们来奉献。